们、先生们，让我们有请中国大型人气偶像女子团体 SNH48 带来青春精彩的表演。世界的未来，到
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 SNH48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场以及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，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如皋。大家请用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，你们今天有没有被我